各位早晨，欢迎收听今年度的神中课《燃烂世界》，来自千人报道士运动的见证集。今日是5月30号，题目是《奇迹确实发生了》。经文记载在耶利米书33章3节：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今日的内文是来自菲律宾总教区第43届报道士丹莱斯特萨拉亚利亚的见证。我有一个很旧很烂总是没有钱的银包，但这个银包承载着我的回忆，对我来讲深具情感的价值。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送给我的，但这个银包不单单被我不见过一次，还要不见过两次，每次都有好心的陌生人执到并给回我。其实他们可以拿走里面的钱，但他们没有这样做。在我要飞去马尼拉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发现我的银包不见了，里面有我所有的证件，我找匀了整间屋，但是找的都找不到。在临瞓之前，我的父母也都为这件事祷告。在睡梦中，我梦见有人打给我，他说要还回我不见了的银包。在第二日的早上，我意识到这个只是一场梦，因为我没有收到电话，也都没有收到简讯。我班机是在晚上8点，我剩下来的唯一有效证件就是我的护照。我非常担心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银包里面的身份证。在那日的早上，当我执行李的时候，我的父亲收到一个陌生人的简讯，是我在伊利金市回家的时候，从卡加彦德奥罗到瓦伦西亚途中的随车服务员传来的。我非常之惊讶，有人发现了我的银包。这位服务员在打扫车厢的时候发现了我的银包，但问题是我们怎样去见面呢？我的班机是在几个小时之后，我必须小心的，绝对不能够错过这个登机的时间。我们约定了当日下午在瓦伦西亚见面，但是他的巴士有些问题，所以我必须要去到马来巴莱市和他见面。他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的5点，他将银包还回给我，我就送回他一份礼物表达我的谢意。当时也都是刚刚是圣诞的季节。之后我也都坐巴士去卡加彦德奥罗，一路上担心着自己无法准时的登机。在大约晚上7点，我到达了目的地，但是我找不到前往去机场的车。于是我向上帝寻求帮助，突然间有一个人走到我的身边，告诉我知他正在找着前往去机场的乘客。于是我立即告诉他听，我需要去机场。当他带我上车的时候，我发现他的车竟然是一架白色的豪华跑车。上帝的回答实在令人意想不到，这个人开车非常之快，我当时在想自己有没有命等到听日呢？果然我真的可以在登机之前准时的到达，这个是几咁奇妙的一日。上帝真是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去回应我的祷告，所以永远都不要忘记向上帝祷告，因为他必垂听。今日的神中课就分享到这里，欢迎听日继续收听，拜拜。